弟兄人刁是咱县出了名的落后村，这离城又远，还有两个孩子我一个人带，实在是要不你给领导说说，换个离城近的贫困村中不中？不中，这是组织上的安排，你以为是在市场上买菜还能讨价还价？照你这么说，我的话你是一句也听不进去。听进去了，可是我啥都别说了，你走吧。哎，慧丽，慧丽，
今日里提着鞋光着脚也来走走这条道，来尝尝村里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祖祖辈辈受的是啥煎熬啥煎熬。给你打个报告呀，不是了，夫，下雨天嘞没事干，那这我带病。咱爷俩您两口，结果俺身子佛你到这村不来了，我一琢磨就咱这村委这都多长时间没开张了，你查着你到这村不来肯定有啥事儿， 你说是不是，夫？就你小子心眼儿多，是不是又听说啥了？夫，来抽给你。断了啊，断了，我咋不知道啊，来干你。呀哎，少着眉毛了，你这孩子，哎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我还真是有点事儿。哎，夫，其实也没啥大事儿。哎，夫，听说这上面给咱村派来一个什么叫驻村书记啊？对，夫你有这事吧？夫，你小子。消息老灵通啊你。道听途说。哎，是了。是派过来一个驻村书记。这上边通知今儿个来报道。据说才30郎当岁。说难听嘞还是个黄堆擦子生瓜蛋子。虽说当过兵也有几年的工作经历。即便是来了。也是，哎呀，夫，以前派来的都是驻村干部，夫，这一回派来的第副级，夫，这以后咱村儿是不是大事儿，小事儿，包括夫，你老也得听他嘞，你说对不对？哎呀呀，你少说两句管不管？哎。看我这张臭嘴，净放些闲屁，啊！夫，不管以后怎么样，那新来的夫妻，
他要敢跟你闹，我过不去，你只管给我佛，那这我可不是那这吃福的。你说是不是佛？哎呀，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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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佛，这又不是搞武斗嘞，该干啥干啥去吧。佛，你别先干我都不弄，我再说最后一句话。哎，说。哎，佛。你看俺家吃低保那个事儿，父，你还得多操点心啊，父，我走了啊，父。哎，五，这以前扶贫是大水满灌，可现在是精准。虽说都是扶贫，可是有着。哎呀，父，这不是你老在这站住了吗？就恁家那情况，不一直吃着低保吗？没少让人家说闲话，我可给你提个醒啊。这，哎呀，父，你别说了，你老的好，我可是哑巴吃饺子，心里有福。有句老话说，见光不沾三分罪，那个钱难挣，咦，死难吃。每月有那几个活变钱看都不起眼，这个油盐酱醋茶衣服，这都够了啊！扶，再扶，俺儿就他个没伤。别说了，我心里有底儿。咦，扶，你比俺亲爹还亲的扶，你扶。呀！你看看你这孩子。哎，我走了，走。哎，父，你看着，叫，点头，走。哎，我走了，父，你妈。父，回头，咱爷俩再喝。喝两盅，对，喝两盅。孩子，我走了，父啊。哎，哦，那是张主任吧？哎，是我。哎，你是？我是姚爱民呐。哎呀，姚书记，你这客套啊，咱都免了吧。姚书记啊，这大雨的天儿。你是急着赶过来弄啥来？你看看，淋得像落汤鸡。哎，院里说话，哎，院里说话。哎，走。哎，好，慢着点。哎呀，你看看这把锈锁，真是顽固，他这都不开窍的他。哎，姚书记，哎，院里说话，院里说话，哎，好。
老主人，这姚书记也不怕你笑话，这九年了，村里头也没有一个健全的领导班子，这村委大院也是那笼子里耳朵，白事儿。不是我老头子赶你回去，你恐怕在这儿也住不惯，也说不来，也干不好。我会向上边领导说的，把一切的责任呢、都揽在我的身上。你现在回头啊，还来得及。老主任，您说这话啥意思？这以前呢，也来过驻村干部，把电话一留，打个毛就走了。这上边的领导来检查，我再打电话通知他。你是不是也？老主任，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我要是想走啊，压根就不会来。既然来了，也就没再想着走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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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的都是你这句话。希望你这个年轻人可要说到做到啊！您就放心吧，老主任，这没一个健全的领导班子，以后怎么开展工作呀？请你通知一下大伙，明天上午召开全体村民大会，先给全村的父老乡亲见个面，听听大家伙的想法，也算给老少爷们报个到。咋样？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。哎呀！同志，同志，全体村民请注意了，明天上午在村头老槐树下召开全体村民大会，希望父老乡亲按时参加。同志，同志。老主任，还是我自我介绍吧。各位会合完的父老乡亲们，大家好，我叫姚爱民。啥？是爱民啊？嘿，你这名儿取得不孬啊！啊，我说爱民同志，那俺村这么多人民，哎，你能爱得过来吗？哎，这位大哥，你可真幽默呀！这爱不过来呀，也得爱。大爷大娘，大叔大婶，兄弟姐妹们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咱会合完的一员了。希望在今后的工作当中，大家携起手来，共同努力，争取使咱会合完早日脱贫。在座的老少爷们都有这份责任和义务，大伙说对不对呀？对对对，不对？我说你这张嘴是真甜呐，这一句个大叔是一句个大婶，说的呀腿唱得很好听。你别忘了啊，这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。哎，是啊，这网友说的对，咱农民要致富，哎，全靠党支部。哎，是，就你们这些当官的呀，这站住老百姓的事儿就提笔就没员工，干自己家的事儿啊就像大冲锋。老爷们那边是不是啊？是是、哎、是。扶贫无非是这儿高高兴事走走广场，
说白了，那还不是看看，哎，谁家上面有人？你别给这胡说八道，中不中？哎，老主人，你敢说咱村就没有弄虚作假这回事吗？对，啊，你方振华让谁顶了？你小子有毒，把这个佛出来，我说就说。哎呀，勇啊，你少说两句管不管？别在这瞎就嚷嚷，弄得不清。你少说两句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你也别给这胡说八道，中不中？啥？我胡说八道？你才是满嘴放炮嘞！哎，你听说府兵儿子欺男人，南朝北南胡乱喷，不是俺嘴嫩不显眼，都是那弄虚作假忽悠人。欢喜呼，人惊呼，呼呼呼，都是上边有人，上边有人，啊啊啊啊啊啊啊！你说话可要有分寸，可不能随便给人口是。信口开河，血口喷人。你说谁血口喷人呢？说人家能会对得起你？你太不像了！你你说你我坑人呐，咱都不能让人家说几句咱听听，来当这就是咱村干坑的道理。恁是？这是戴水义，你是老革命老党员。谢谢戴水义，也谢谢父老乡亲们给我这个说话的机会。我不否认之前的工作定有不尽人意之处，个别党员干部辜负了大伙的期望，在这里我向大家说声对不起了。嗨，到底是城里留下来的干部啊，那说话一套一套的啊，你说的再好听那也是玻璃棒槌，中看不中用，咱呐压根就是两条道上的车，不通知。对，不通知。乡亲们，乡亲们呐，我也是土生土长农村娃，从小在土坷垃里磨大滚爬，从小吃的农家饭，从小喝的农家茶，从小穿的粗布衣呀，我也是土包子土地吊渣。家人的憨厚朴实伴我走天涯，咱都是一家人，别
再说梁家话，乡亲们就如同我的亲爹妈。关键的看行动。好，今天冲着大伙的面，哎，有得顺也给我作证，我也表个态，在今后的工作当中，我定会找准位置，俯下身子，放下架子，撸起袖子，干出样子。九年了，咱村没有一个健全的领导班子，今后咱要配起班子，选出群众代表，以后村两委所有的工作由群众代表监督。大伙说管不管？管管管管。好，至于大伙提出的那些问题，我会逐一调查落实。我坚信只要咱人人把村都当成家，我就不信干不好他。好收拾一下，这心里会好受点。奶奶，这是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，把它放包里吧。我先带着它。乖，乖，带上。俺孙女儿的骄傲，可奶奶一看见她这胸口上就像扎了一根刺，扎的奶奶心里疼啊。奶奶，我马上就能挣钱了，有了钱奶奶的病就有希望了。奶奶，有说话不算数，咱说的好好的，都不许哭。奶奶不哭，奶奶有妞妞和你哥这么好的孙子孙女儿，奶奶高兴。妞啊，奶奶这心里呀，就是转不过来弯儿。你是个读书的料，这不去多可惜呀。妹妹，我和奶奶的话你一句也听不进去。你能考上大学是咱家多年来的梦想，也是咱家唯一的希望。
这些年你起五更大黄昏，风里来雨里去，辛辛苦苦苦战苦熬，盼的不就是这一天吗？这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了，你咋能说不去就不去呢？是啊，妞妞，你就听你哥和奶奶一句劝，中不中？哥，你啥也别说了，就咱家这情况，奶奶有病常年吃药养花不少钱，还有你和你一般大的人家谁没有成个家呀，有的都当爹了，就你一个人还单着，不就是因为咱家穷拿不出那么多彩礼钱？我只想着考大学考大学，把你拴在家里不能外出打工挣钱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早就娶上媳妇了。这个学我不能再上了，我不能耽误你一辈子呀。哥，你耽误我啥了？别把啥事儿都往你身上揽，中不中？给你说实话吧，这些年呐，给我介绍的那些对象没有哥一个相中的，就凭恁哥这条件还害怕找不着老婆？你也太小看恁哥了。一个人呐，自由自在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嘞。你哄人，别以为我不知道是谁天天半夜在里屋偷偷抹眼泪出场气儿打包，都怪奶奶我连累你了。奶奶，你别听他瞎说，那是我在睡觉发癔症嘞。哥，你啥也别说了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，这些年给咱奶奶看病还有给我交学费，家里欠的外债到现在都没还清，可你为了还债每次赶紧买菜，你都是买啥吃啥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咱爹走得早，奶奶年纪大，这个家我做主，今天你非去不可。不，今天就是咱爹他开口说话，这个学我也是不上啊。娘娘，娘娘，奶奶，奶奶，哎呦，不要管我，快去劝劝妞妞。奶奶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。家里有人吗？哦，有，进来吧。哎，王奶奶，是领导同志啊。我代表村两委啊，过来看看恁。哎呀，谢谢，谢谢，领导同志啊，你坐，你坐。没事，您坐，您坐，来。家徒四壁，凄凉静，不由人潸然泪。
奶奶。领导同志啊，你坐。哎，你快坐。好好好，我走我走。哎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去。不用。哎哎呦，奶奶，您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来来来来，没事儿。来，我呀，这浑身都是病，就是那病人躺在棺材里，没救了。看您手到哪儿了？现在生活好了，医疗水平又先进，有病咱就看。况且现在看病啊，不用先交钱，等病好了一块儿结算。有那好的事儿？当然有啊，这叫健康扶贫。哦，您呐，千万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，有个好的身体，有个好的心态，这啥都会慢慢好起来的。哎呀，谢谢领导同志，啊，叫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是那么回事儿。管，管，乐呵呵的活着，这就对了。哎，奶奶，我叫姚爱民，以后啊，恁叫我的名字就行了。咦，那能中？啊，那天开会说你是书记，对吧？啥书记不书记，恁和我奶奶年纪差不多，以后啊，恁就是我的奶奶。谁要是惹恁生气啊，恁尽管给我说，我替您出气儿，中不中？中，中。啊，对了，这家里就你一人在家呀？俺大叔大婶嘞？恁大叔大婶儿。深大丈。
Thank you.
要是精神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穷没卖给谁，困难都是暂时的，咬咬牙就会过去。奶奶，能有这样的好孙女，真为您感到高兴啊！高兴，高兴。哎，奶奶，我今天来呀，就是在调查情况。就目前恁家这种状况，理应纳入到救助对象，享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呀。领导同志，谢谢你。奶奶，有你这句话，老婆子我就知足了。奶奶，这么多年来俺家是穷了点，这日子过了紧巴点，可再穷再难，俺从来没跟别人争啊抢啊，这自个的日子还得自个想法过，不是？这人都有一双手，啥事儿不能老想着指望别人，恁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是啊。奶奶你真棒，人要是精神不脱贫，光知道伸手要，那他永远是乞丐。对，人活着就得靠自个儿。对，说得太好了。奶奶，这次精准扶贫是党和政府惠民政策的一项重大举措，也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的那份关心呐。您也不要太要强了，该接受的你也一定要接受。习总书记还专门强调，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。奶奶，这次扶贫有六个精准。六个精准？对，这第一准呢，就是扶贫对象要精准。就像恁吧，该纳入的没纳入，就等于我没有执行好党的政策。我是站在扶贫第一书记，那组织上会找我算账，还会撤我的职嘞。有那严重？可不是吗？那奶奶我纳入纳入纳入，不让撤你的职。这就对了。还有，妞妞，这大学你一定要上。国家针对贫困学生专门出台了相关政策，就是要保证每个孩子有学识、有书念，不能因为穷而辍学。你要知道，知识就是财富，没有知识咋去创造更大的财富呢？哎，你入学办理助学贷款的相关证明，回头让村里马上给你办理。你呀，就安心的上学吧。真的？真的。奶奶，我又能上学了。哥，能上了，能上了，能上了。奶奶，下一步要成立咱村和王店村的种植合作社，带领大伙规模化种植大蒜、三阴椒等经济作物，还要积极协调当地的企业厂家，组织村里留守人员学习相关技术，实现村民家门口就业这一目标。再办上养殖场和奶牛场。对了，这办养殖场离不开技术和管理人员，大宝年轻人又肯干，让他到省城学习相关养殖技术，等厂办好，大宝啊就可以大显身手了。还有，这大药彩礼的坏风气一定要革除。奶奶您就放心吧，不出两年，大宝啊请等着当新郎官了。好好，姚书记，谢谢你啊！今天你不许走，在俺家吃饭。对，在俺家吃饭。中，就吃奶奶做的饭，可有意呀？恁吃啥我吃啥，不准变化呀。中中，你们在这说话，我去煮饭去。好好，我给奶奶打把手去。去吧，姚书记。大宝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有个同学，他就在郑州，有这个管理技术的，我回头给他打电话。嗯，帮忙去，来来来，过来。
几长叹。尽心思打擦边，光想把那便宜占。还有那彩礼之风肆意蔓延，那婚姻当买卖屡见不鲜，娶媳妇将排场要花几十万，多少个家庭因娶于妻又回到解放前。村里的万几多多的堆成山，还百姓一个风情，其正其正风情，蓝蓝的天，蓝蓝蓝蓝蓝蓝的天。老主任，哼，老主任，咦，哎呀，你这是咋了？谁又惹你生气了？哎，是不是俺婶子又找你的麻烦，管你的茬了？去，没大没小嘞，我让你气的都快蹬腿了，你还跟那没事的人一样。我问你啊，我还是不是村主任？当然是啊，是村主任。那村班子和村民评议会上我的意见你一点也没有听进去。哦，听进去了。听进去了、啊、那为啥还把张三家王五家从这低保户里给捋了下来？他两家不符合救助标准，违反了精准扶贫的原则，应当剔除。哎，这相关政策在这放着呢啊。来来来，
你看看，哎，你少拿正财在这跟我说事儿，这正财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要论这基层工作经验，我比你丰富的多。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这利益分配在农村可要讲究使用均衡模式，才能便于工作的开展。这该照顾的呀，咱应该照顾到。这两家在咱村家族势力较大，更何况我这都是为你好啊。啥规则都不是啊，死里标准有些事不能啊，不能太较真，村里情况很复杂，那可是大段骨头连着筋，连着筋啊，处处行事要谨慎，切不可呀，切不可一句用事引火烧身。我也不用多说了，你心里呀很清楚，你这样做带来的后果会很严重的。有多严重？我不怕。我怕。这有些事儿啊，在我心里憋了多少天了，一直都没有说出来。今天我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是奉命下乡驻村工作，这期限一到啊，终归是要回去的。可你倒好，给我惹了一屁股两赖垮的精神，弄得我呀里外不是人。这账啊，人家肯定得记到我的头上。到时候你拍拍屁股一走六二五，那我嘞，我这老门老户嘞，我上哪去？我就是死路埋到地底下，也得跟人家做邻居。这两家的亲戚都在上边管着事儿嘞。这么多年人家没少照顾咱，可你倒好，一下子把人家给捋了下来，把这路啊给我堵的事儿事儿的。人家嘴上不说，心里啊肯定不高兴。咱做人总得讲个礼尚往来，有情有义吧。老主任，您这不叫有情有义，你在拿当行原则做交易呀。口声声你把那人情世故讲，还讲的铿锵其壮，冠冕堂皇。现如今村里现状可细想，难道说果真是这干部难当？这干部难当，恁扪心自问细思想，当初是如何把这主人当？是大伙对恁信任给予厚望，才让恁来做那厚厚的选票一张张，有多少期盼多少希望，票里藏看现在像当初回忆过往，现如今们却是错置拐方。
觉得脸发烫？是否觉得心发慌？两斤是否还在讲？相亲是否心里装？是否还是当年样？还是不是当年的有情有义？良心之上的奴家郎，良心之上的奴家郎。少给我上纲上线的，这屁大个事你纯粹的才小题大做了。老主任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咱基层干部权力不大，可责任不小啊。在咱村谁家再难还能难得过王奶奶一家？在利益和困难面前，咱不能总当那老好人，这一碗水要端平他，不能让老百姓戳咱的脊梁骨啊。老主任，你这样做叫我像人家咋交代嘞？老主任，老主任，老主任。刚才姚书记所谈的有关改变种植农作物和下一步移风易俗、打破旧的传统观念和建立饲养场之事，之前我们村两委意见是基本一致。今天把大伙召集过来，只想听听大伙的设想和看法。没想到恁对俺也如此的支持啊！是啊。能得到大伙的一致认可和支持，那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。谢谢大家了。姚书记，你说啥呢？俺几个都是发自内心的高兴，通过恁的讲解，使俺真正领会和了解了政府的扶贫政策。从恁身上，俺也真实的感受到，这一次是真扶贫，扶真贫呐。可不是吗？是呀、啊，姚书记啊，自从你来到俺村，你的一言一行，俺都看在眼里。记在心里，姚书记啊，是为了老百姓办实事来了啊！没有。是啊，在家门口办商场，再也不用外出打工，受尽了窝囊气，整天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，你都不知道那该有多好！我跟你说，哎，乡、亲们，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啥、好消息啊？咱村道路扩建的资金问题，县上已经批准了。施工队伍，老主任也已经谈妥，择日就可以开工了。那好啊，那这可是咱村件大喜事啊！是啊，几十年了，天天盼着这一天，啊，看着人家外村的路修的光溜溜的，说心里话，他眼起人家啊。是啊，就是因为咱村穷，这路不好，人家外村的姑娘啊，都不愿嫁到咱村来。还有这粮食，一斤呐。贫贱少卖好几分，就这人家还不来收嘞。姚书记啊，要修路了，高兴高兴啊，高兴。姚主任，让二爷们走到俺家喝两盅啊，我请客。乡亲们，大家都辛苦一天了，又加班开会到现在，我就不打扰大家了。真你看，姚书记说的实话，戴顺叔也这么大岁数了，也该让他早点回去歇着了。是啊，也让姚书记早点休息。好好，姚书记，俺先回去啊。俺先回去。好好好，你们慢点啊。慢点，天黑慢点啊。好好，慢点啊。姚书记，慢点啊。慢点。姚书记，
我老头子也想通了啊。那天我的倔脾气一上来呀，有点不着调了，多担待点。老主任，这工作上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，都是个人，发发牢骚可以理解。哦，我那天也有做得不到的地方，您多担待。乖乖，哎哎，姚书记啊，咱办养殖场找能人那个事儿还得抓点紧呢。嗯，是啊，只要咱拿出诚意来，又有这么优惠的条件，不愁找不来金凤凰。是嘞，天不早啊，您呐也早点回去歇着吧。哎哎，乖哎乖，哎姚书记啊，别再熬夜了哈。好。要爱民做事太扯淡，他比那国际警察管的还要宽，把俺从低保户里来剔除，我这心里就像三块砖。今晚与他把账算，我非叫他丢丢人，我叫他现眼，我这心里才舒坦，才舒坦。
生别叹，夫妻温存。怕负了临到中途群众的信任，不顾妻子苦哀求，一头扎进村，初见面，群众对我不屑也不信，出言不逊又不敢想，有多扎耳朵根，为了花群矛盾，早白眼，赤壁门，碰钉子，冷眼粉，为的是让群众早打开心门，早打开心门。血淋淋，怎不叫人痛伤心？痛伤心呐！人和人死像人事不一样，也是我工作方法欠周详，扶贫扶持扶思想，沟通之上做文章，只要是乡亲们高兴劲儿，是不是省委培训班的同志下来了？这啥事儿都瞒不过恁的法眼嘞！这些电话通知后天报到。啊，姚书记，这是咋回事？哦，没事，你接着往下说。
你先给我说清楚，这到底是咋回事？这个别同志啊，可能对我有点成见，就采取了一些过激行为。没事，没事啊。还没啥，这叫欺负人。我实难言下。大宝，你要干啥？招出这下三郎、啊、拉起人打。这是谁干的？我要把他找出来，这事儿绝不给他说拉倒。大宝，你听我说呀，这有人这样做，说明在某些方面我还有做得不到的地方。就算撒泼耍赖，人家有气咱总得让人家撒出来吧。姚书记，为了大伙恁吃了多少苦，又受了多少气，俺真是想不明白恁这样做到底是为了啥呀？大宝，你要问为啥，我就告诉你，因为我是一个公家的人，是一名党员，更是咱会合湾的驻村书记呀。大宝，人来世上人民把我来培养，肩负着党的使命和担当、啊啊啊啊啊啊啊、是下军令状，是担当促使我驻村挑大梁，是使命让我替乡亲们来着想，为他们挡风雨来治病状。血雨已健康，困难面前怎彷徨，使命让人迎难上，使命让人敢担当，为了乡亲不失望，为了乡亲心不凉，为了贫困党改变，为了别说了，总有一天他们会理解我的。可是不说了。对了，你那个培训班的费用凑得怎么样了？差不多都凑齐了。哦，还差多少？还差1000多块。哦，
没事，剩下的呀，我来帮你想办法。不不不，姚书记，这可不行。我来呀，就是想告诉你一声。大宝，我知道，妞妞上学，仅仅靠那些助学贷款还是远远不够的，再加上你的费用，还有奶奶看病吃药。我和恁嫂子每月都有工资，比恁过得宽绰一些啊。姚书记，我的心意来了。说良心话，从你来到鹌鹑，不管是张家长李家短，谁家有个啥事儿，恁都往前迈。不是贴补这家，就是贴补那家。光张兴他家圈养土鸡，没有本钱。那一次你就给他打出3000多块，别的我都不说了，到目前算下来至少也得有2万多了吧，我才能再让恁。大宝，咱村整体来说底子都比较薄，谁家没有难事，有事了大家相互伸把手拉帮衬一下，这都是应该的呀。可恁说了，你呀到郑州去帮安心的学习啊，等到这饲养场办起来了，还指望你挑大梁嘞啊。姚书记，父亲吧。姚书记，回去吧。
知道会来呀，我当然知道会来，这是家，是咱的家呀，想你和孩子了。你哄人，你心里要真有俺和孩子，早该回来了。你自己拍拍良心，好好的想想，你主动给俺打过几回电话，都是俺主动给你打的，可不是占线，就是说忙，把两个孩子给俺扔在家里，大的刚十一，小的才三岁，俺还当着班主任，这么长时间俺是咋过的？慧莲，要爱民我心肠，世态狠，世态狠，甩手足一头扎进村，一走数月不当金，家里担子全压在你瘦弱的身，两个孩子你一人带，知你有多艰辛，多艰辛呐、俺有身已变成了局外人，是村里百姓装在了你的心，你不念大儿他
只进入刀戳，戳在我的心，戳在我的心啊。的妾是个娇弱的女人，是女人都渴望丈夫，百般娇宠，万般疼爱，呵护家身，呵护家身。回怜你呀，活生生被逼变成一个女汉子，这与守寡没二分，没二分呐、啊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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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奈是咱俩都是公家的人。也都是生活在农村，如今我肩负着扶贫重任，咱就该义无反顾，尽力尽心，因为小家把使命来赴。好会练你静下心，拍拍胸口扪心问，若那样怎配做当地人啊？啥都别说了，安东。慧莲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说实在的，当我迈进惠特湾村部那一瞬间，那荒凉的景象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九年了，村里每一个健全的领导班子，通往村里的那条路坑洼不平，那坑大里能窝头牛，小里能填空中呢。我是一步一滑，也不知摔了多少次跤，才走到了村里。艾米，走访的过程中，王奶奶一家的情况深深的刺疼我。他儿子因病去世，儿媳受不了那份苦，一走再也没回来，撇下两个孩子，王奶奶又浑身是病，含辛茹苦将他们拉拔成人。可现在你别说了，难听了，心里不好受。不，我要说，他们家穷得不能再穷了，可他们祖孙三人相亲相爱，自强不息，不等不靠，不争不抢。他们的那份坚强，他们家的那份温馨，深深地感动了我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下定决心，我绝不会来。哎，那王奶奶家还能帮他做点啥？慧莲，你听我说吧。整个村子底子都太薄了，我们村联委首先带领大家改变起传统的种植模式。这道路扩建马上就要开工，再办上养殖场和奶牛场，就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起贫困的局面。这办厂的占地和资金问题也基本落实到位，下一步我准备去一趟商丘，想请一下那里的一个养殖大户，想争取他回来带领大伙共同致富。至于王奶奶一家，
他的孙女儿今年刚考上大学。哦，孙子明天也要到郑州参加养殖技术与管理培训班呢。那好啊，经过系统培训，他既有技术又懂管理，以后会派上大用场嘞。谁说不是呢？哎，可到现在他连培训班的费用还没凑齐嘞。还差多少？还差1000多块。你等着。站住，转过去。哦，闭上眼。嗯，叫你闭你就闭呗。中。伸出手。嗯，这慧丽，你啥都别说了，你一回来俺就知道你是要钱的，我你的心思俺都知道。当初俺考上大学那会儿也是家里穷，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的钱，是街坊邻居东家凑西家挪才使俺圆了大学梦，这个忙俺该帮。嗯，可这咱家就剩下1700块钱，留下200俺娘仨做生活费，这1500块钱你都拿去吧。慧丽，艾米，小玉人哎，小玉人。咱们的养殖项目已经敲定下来了，可是我想请你能人张玉林，他咋着都不肯来，我这心里急呀。哦，张玉林，哎，是不是咱村在商丘那个养殖大户啊？是啊，
这就好了，这一回奶奶肯定能帮上你的忙呢。真的？这是奶奶有啥您只管说，其他的回头再给你唠叨啊。我琢磨着呀，他会给我这个露脸的，那奶奶陪你去找他。奶奶您身体不好，这路途有远，这一路颠簸，我怕您身体受不了啊。奶奶岁数是大了，这腿脚又不灵便，早没出过远门了。瞅瞅这个事儿啊，也让奶奶我出去开开眼。奶奶别顾虑那么多了，不是还有你跟着来吗？那咱走吧。好。走。说你咋的又过来了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咱别再磨着嘴皮子了，中不中？玉林叔，咱不说别，哎，你看看谁来了？谁来得不中、啊？奶奶，玉林叔，你看看谁来了？大侄子，大侄子。你俩他过来了，哎呀，来来来来，屋里坐，屋里坐，哎呀，屋里坐，屋里坐，哎呀，玉林叔，这我进来吧，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叔，这河水自己倒，中，中，大侄子，咱长话短说，知道你工作忙。咱村儿啊要办养殖场，想请你回去。你看婶子，您老别再往下说了，提起会和我这三个字儿，我这心里就难受。哎，说起恁爹那个事儿啊，婶子心里也是老不好受。当初儿对那些人做的是有点过分，可这事儿都过去恁多年了。大侄子，咱只往后说不往前提。再说了，你这事儿干得再大，走得再远，你呀，你的根儿还是在咱会合湾，你还是咱会合湾的人。不，怕凑合，和俺娘守住俺爹的棺材。你看看张家祖坟爹边那么个亲，我就没。当成会合湾的人了，你说，不枉是，实在是让人心痛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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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放的好天地，只为那雨多大晾在上啊全不念啊，我
和娘求高升，不娘啊孤儿寡母多苦恋啊俺来抒情，是身子一直替俺鸣不平，相互僵持三天整，俺别他对这为人都本应，我那苦命的爹呀，我去那个坎儿，大侄子，俺们这孩子跟咱村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，可他一心都扑在大伙身上，处处替咱老百姓着想。在修路的时候，他几天几夜都不合合眼，饿了就啃口果，渴了就喝口水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儿。
婶子看着心疼啊，为了让孩子少做点难，我才和他一起来找你。再说了，这杀人不过偷点地，那咋着能说动你的心呢？难不成非让婶子我跪下来求你？要是那样，还让你回去，那我就去乡亲们求你了。奶奶，婶子，婶子，你快起来！婶子，你别来逼我了，中不中？奶奶，您听我说，求人不如求自己。爹娘有，咱还得伸伸手，张张口嘞，何况是求别人。我就不信这个邪，这个厂咱非办起来不可。玉林叔，您加入的条件和利益分配问题，俺已经给你说得很清楚了。您去，俺欢迎；不去，俺也不再强求。您就好好的想想吧。奶奶，咱走。走。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啊！他是，暂时啊，保密，先不告诉咱书记。乡亲们，咱们请的能人呐，来了，来了。就是大宝，大宝在郑州参加养殖技术与管理培训班，现在呀已经结业了。哎，他可不是一个人回来，还给咱们村带回来一只懂技术懂管理的金凤凰嘞。哎，大宝，哎，给大家伙介绍介绍嘛。好，乡亲们，他叫丽娜，是我培训班的同学，也是我未来的嫂子。哎，奶奶，这下你高兴了吧？高兴，高兴。奶奶，哎，哎呦，能看看看看，这闺女长得多气质啊！哎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妞妞，你咋回来了？俺哥说，咱村就冒欢心眼，还说养殖场马上就要开工，我想和大伙一同见证这激动人心的时刻，分享这份快乐。哎，乡亲们。咱让大宝也给大家表个态嘛。好，会玩的父老乡亲们，我定不辜负大伙对我的期望，尽我所能把养殖场建起来，用咱自己的双手脱贫致富奔小康。好，哎，乡亲们，我宣布咱们玉林叔。哎，刘主席，你辛苦了，你回来了。哎呀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大侄子。哎呀，大侄子。哎呀，玉林回来了，玉林哥。好，玉林。
林叔，回来了，那相同了，相同了，相同了。姚书记，你一个外人，为了汇款的发展吃了苦，受了委屈都不计较，我还成了老年事呢，我对不起乡亲们呐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乡亲们，大家鼓掌，大家鼓掌啊！姚书记，小五哥，来来来来。大兄弟啊，我是那玉米面煮鸡蛋，哎，糊涂蛋一个我。哎，姚书记啊，今天通过大伙的面，我给你道歉了。哎呀，小五哥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，还提他干啥？哎，希望你以后可要多多支持我们村联委的工作呀。你别管了啊，以后谁敢跟你过不去，你只敢给我佛。那个我可不是那吃啊，对。哎，老主任，我看呐，还是恁来宣布吧。好，我宣布，咱汇合湾的养殖场现在正式开工。好啊。好。哎，乡亲们，你们看。咱汇合湾的好日子啊，还在后头呢。啊，领头也会喝完战。